学习一下后蹬奔跑。我们这个左脚起，三个步连接啊，基本步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右脚向后蹬，左脚向前，一蹬一下，然后换脚，一个抬一个落，然后继续左脚向后蹬，右脚向前跳，蹬，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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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来，我们从侧面再看一下，转身啊，还是左脚三个奔跑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蹬，落，蹬，落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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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，好了，我们跟一下音乐啊。